他们封锁了仓库的入口，要找到另一条路进去。看，这里没有你要的东西。 军子，我觉得他们不足为惧。我能做的，只要搏一把。 仓库越来越近了。
在这儿再跳一次，我能做到。真遗憾，我得把你扔回去。想去夜店迟到，我敬你他妈谁了？
老大说谁都不许过去，罚金。
我为此耗费整整八年时间。